蛮奇特的景象啊。那么谢金燕的经纪人说，感谢大家的厚爱啦。我们知道谢金燕的新歌啊，现在居然是点阅率相当相当的高，而且这一首新歌 MV 不但在网络上备受讨论，听说在南台湾，尤其中南部的酒店，它居然成了热门的舞曲，已经有业者定制 MV 中类似的红色一对服装哦，照本搬演谢金燕的 MV 的整首歌，还大受酒客欢迎啊。对于这样的现象呢，谢金燕的经纪人特别说了，他们感到荣幸又有趣，很感谢谢金燕的新歌可以受到各行各业的喜爱，这是他经纪人的回应，也是今天时报周刊的最新消息。